你甲温柔爸爸的恩怨，我无资格会当讲啥，直接求你，请你手洗牙关。好啊，你拢是害死我囡仔凶手，你若真正要怪啊，去怪恁大哥啦，莫来烦我。尤总裁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你让我做不做咩，我拢愿意。我拜托你，我求你。总裁骂甲从人是有啥物话袂当讲阮听啊？从人阁有啥物脏头掠伫个总裁骂手头？江道生，你来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受拖磨，这都是你家己做得来。那也得话江道成，总裁骂实际上甲从人之间的拥住有暧昧。为什么？我哪敢在顾客面前讲闲话？你是哪边门口靠条听？今仔陈文雅向你请示，是收到因老爸牵连。真的是是一个江中人对江超越巴肚内底吧，有偌要紧的好时机。阮三个人永远拢袂分开，阮三个人是不做伙的，谁拢袂当甲阮跳分开。喂，江辉，他来回啊！违章确定，你的小王子一去做小天使，你还接受这事实？你家己做甲着准拄煞。害死我金孙，害小雨想要做爸爸的愿望跑出去。我要求小雨，我全心跟回去的。啊！